回违两年极速街头赛的最新作品 Legends 将带玩家重返竞速最高殿堂 Greek World Series。这代我们要扮演街头起家的赛车手，一路向上爬，在瞬息多变、充满戏剧性的系列赛事中比较高下。其中玩家将能够亲手驾驭 GT 房车、改装赛车、竞速卡车、开轮式跑车以及高级超跑等等数十种车辆，在生涯模式中拥有并且升级改造它们。赛道区域包含了英国、俄罗斯、美国等等知名城市，组合高达130种。除了精彩万分的生涯模式外，自定模式能够打造自己想要的赛车模式，结合竞速、甩尾、淘汰赛等等玩法来一场大混战，还有以加速门 Boost Gates 设计的电动赛车竞速，能够客制化场地、气候状态、时间以及规则，然后可以制定赛事上传到网络，与全世界的玩家们一起同乐，玩法真的是超级丰富的啦。